皮肉卷了，我天哪！这一个29.9给你发五袋，然后这一个是180克，外面是一层豆皮，里面是鸡肉。这玩意儿下的酒着，吃面条、米饭、就它都行，香辣味儿。夏天吃完挺好，当个凉菜吃。嗯，不腻啊，也不是特别特别咸那种，反正有滋味的。反正我觉得就是微微辣，不是很辣。上面有链接，姊妹们通过这个春游啥的带着都行，塑封包装。